能通达，这里的百千万亿，我们用无量的动作来呈现。能，我们的右手从我们的左胸前到右胸前，这是能的动作。通达，我们这边用领悟的动作来呈现。菩萨面对无量无边的众生根基，要救度到什么时候呢？只要有慈悲心法，慈悲的力量就能随着众生无量根基不断地产生。众生是何根基，就给予什么法。只要种子能不断地衍生扩展，佛法就能在人间推广，开阔无尽无量。整句我们再来一次：百千万亿能通达。辗转乃至无尽量，一法能生无量意，一法能生无量，无量你这一法身，无量你这一法身，悉具一即能的闻。百千万亿能通达。